请问扁缺陷老师刚才介绍了什么？扁缺陷老师刚刚不是举了一堆例子吗？在前面控位还有控之间隙，还有插入是不纯原子，还有置换是不纯原子，请坐哈，很好哈。来，首先我们在讲的是 vacancy 控位哈，控位是扁缺陷里面最简单的，最简单的，知道什么是控位吧？知道，知道吧？就像今天我们应该课堂上应该有50个同学来，但今天只有49个，请问有几个控位？好，原则上就是该来的没来就是控位，所以那个原子位置本来应该要有原子的，但是没原子的那个地方就是控位哈，这样 OK 吧？好，那所有的结晶性的固体都有控位，几乎不可能创造出完全没有控位的材料哈，因为控位是以热力学的原理来说，它是必然性的存在哈。那我们现在讲哈，来，同学问题又来了哈，温度增加的时候。控位会变多还是少？变多，变多哈。那下一个问题，亮度增加还是降低？请坐。我们看一下哈，你想一下哈，班上如果有50个同学，今天呢只有49个来，控位只有一个，大家要换位置容易，还是今天如果有50个位置，今天只有20个同学来，换位置容易？哪一个换位置比较容易？来二十个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控位越多，亮度会增加，也就是 entropy 熵会上升哈。这你们之后在热力学会学到，就是野热哈，大二的时候哈。那原则上它有一个公式 ，NV 等上 N 乘上 exponential 括号负 QV 除以 KT。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哈，同学呢不知道什么叫做 exponential 哈 ，exp 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吧？哎，这个数学微积分学过吧？有吗？这个就是 EXP， 就是 exponential， OK？ 所以 NV 其实会等于 N 乘上 exponential 的负 QV 除以 KT， 这样没问题，可以吗？好，同学，问题来了 ，T 是什么？请说。温度单位，请坐。QV 是什么？都是补充的，答对哈。QV 是形成控位所需要的能量，也就像今天天气还不错，对吧？大家早上早八的课还好吗？不太好，因为天气太舒服了，就会睡懒觉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 QV 呢，自动就会上升了哈。这样，所以意思是说呢，形成控位的能量，也就是你把它想成造成缺席率的影响力。所以如果呢，今天如果比如说今天呢，知道教室哈会有很凉很凉的冷气，原则上你就冲得来得很快。如果今天天气很热哈，啊，如果你知道教室没有电风扇，冷气又坏掉哈，然后今天如果天气很热，你都完全不想来。好，所以 QV 是形成控位所需要的能量哈 ，OK。可以哈 ，K 是什么？波兹曼常数哦，你有小天使请坐哈。波兹曼常数基本上依据不同的单位会有两个数值哈，同学要记住。那在这边呢，请记住这里有一个负号，所以当温度提升的时候，因为它带负号，所以呢原则上会随着温度呈现，控位数目会呈现一个 exponential 的增长哈 ，exponential 的增长。那课本呢也画出一个控位哈，就原本应该存在原子的位置，原子不见了哈，就产生控位。我这样讲好了，控位是原本应该要有原子的位置，但是原子不见了，那之间隙呢？差不多意思，我可以让你做哈。之间隙的意思就很像了。今天同学，你看哈，你们同学坐的位置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对不对？今天就外来一个同学，他就非不想坐在椅子上，他就非要挤在你们中间。听懂意思吗？他就很爱你们哈，相亲相爱哈。所以原则上你可以看到这边哈，这一颗原本是应该在原子的位置上吗？原本根本没有原子的位置，对吧？他就插在各个原子的间隙的中间，所以他就是把它插进去哈，站在他原来不应该站的位置上哈。所以一个原子哈，由晶体中挤入填入到间隙的位置上哈，
那一般来说齁，这种间隙是非常不利于填于原子的齁，填入原子这非常不利齁。请问 vacancy 容易发生还是 self interstitial 容易发生？扣为什么容易发生呢、啊、为什么容易发生？来，我们看一下齁，这边我给你图了齁，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原来呢应该有原子的位置，你可以想到齁，今天如果大家都排排站，中间突然有一个位置齁，把一个人拔掉之后，你会觉得旁边很空，所以会靠空位近一点点的位，所以这边就会造成性格扭曲。那原本不应该有，你就硬挤上去，你会被它挤开，会，所以也会造成性格扭曲。但我们讲了齁，因为这边间隙的位置非常小，所以你要插入进去其实很不容易，所以相对于缺陷齁， vacancy 容易出现还是 self interstitial 容易出现？ vacancy 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可以吗？可以齁。好，后来呢有一个计算的范例练习齁，推荐自己回去练习哦齁，叫你回去练习不是不用看齁，因为会考啊齁。好。